全网爆火的《昭和物语》系列又出新作了，以为我们又是来赚眼泪的，那你就想错了。《昭和杂货店物语三》全新的仿制体验，升级店铺，更新商品，这里有傲娇的喵竹子和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哦，更有神奇的扭蛋机，让你一把过足抽蛋瘾，还在等什么？快来下载吧！